啊，这边还有好多鸭子，那是鸭子是鸟啊，鸟，好多鸟哦，哇、哦，好多鸟啊，你看，啊，远看都看不到，用这个镜头才看到，哇、哦，好多鸟啊，咱们在这吃呢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泥炭呢、啊，泥炭也有好处。就是给，就是动鸟啊，什么动物啊、鱼啊，有栖身之地。然后呢，里面的食物也多，所以在这里觅食、啊，你看多好，像鸟的天堂一样。这里就是鸟的天堂了，食物丰富，对吧？又有水喝，又有泥滩。嗯，果然，这边还有棵小树呢，你看。哇，这个树漂亮不？在水里面。哇，猛在水里猛吃，哇哇哇！哇，这个鸭子，哇，你看，哇，在水里面吃什么呢？吃这么快的，找食物在这里面是吧？头伸到水里面找食物去。你看这边还有个鸟，哇，这边这个鸭子还是好多啊，这鸟吧，这是什么鸟来的？哇，好多、哦、这里。哇，这里还有好多这样的鸟，这里真的是鸟的天堂啊！哇，这个嘴好长啊！哦，在泥滩里，这把嘴的伸那个小尖嘴啊，又长又尖的，伸到泥滩里把它虫叼出来吃。我估计是这样子，你看看，对，在泥滩里面呢，它不是吃水里的鱼，吃泥滩里面的东西，泥滩里面的生物。是吧？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霸道！哎，这好漂亮啊！哎，两个白的，哇，这个好大哦！哇，又冲过来打人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看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呀，飞走了！哎呀，这个好忙啊！飞走了！看看这两个小鸟，不乱飞乱动。鸟怎么飞得这么快的啊、哦？那两个鸟是新品种，没见过的。小鸟，哎，你看那边的大鸟，你看那边，那边的鸟大好大哦，是吧？比这个大一号。看到没有？哦，南生为这个景田和观鸟一流啊！啊。好多鸟啊，飞来飞去，有大有小，啊、哦，你看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挺好的，好地方，啊，就到此为止。那个鸟好大，白的，白的黑的，
黑白鸟，好漂亮的黑白鸟，腿好长啊，还有个尖嘴。但它不是啊，这个是不是杂种来的？那个怎么身体是白的，还有黑羽，还有黑的，黑白的。啊，没见过黑白鸟啊，前头是白鸟和黑鸟，还没见过这种黑白混色的鸟。你看，第一次见过吗？这种黑白混色鸟。